中这个字来做拆分。好，老鼠药箭，来针对国这这六个，应该说七个取代作文之后，来针对国家地区别去做分割资料行。分割资料行一分割符号，一分隔符号。好，来一滑鼠右键点选国家地区别。二，这个不是用取代词的，叫做分割资料行。第三，要点这个一分隔符号。好，请把你要分割的符号是制定周这个字，周这个字，然后请选分割处是最左边的分隔符号。如果你选每个分出现的分隔符号，那是不是周就会切两变成三栏了？好，我只选这个最左边的，就是第一个出现周的这个字，把它切分，所以我右边会即将产生那个正确的那个周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直接点确定就好了。你有没有看到这边亚洲